化繁为简不是它真的是简单到你那么随便一拿就完全了若指掌，不是的。化繁为简是天地的慈悲，让我们能够随着简单的脚步而进那非凡的成就，是这么的。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哎呀你看多容易，不定的开牌开牌后面不开牌，不是天地不开牌，是我们的心不开牌，是不是这样？好，所以呢今天共修课要提醒你，这些都是重点，想错一秒钟可能一辈子后面大半生就想错，这大半生后面的想错可能一去就不复返。有这么可怕吗？也许不知道。我们有一个学员啊，连续发烧找不出病因，后来觉得不行，这样下去不行，就去这个医院检查，才发现哦原来是哪里发炎，还是在烧，在医院里面还是烧。就在他想到哎还要导师这里要报告一下，结果就在那刹那间，你说你怎么解释？又是巧合，就在那刹那间，原来的烧，而且原来烧不是小烧，原来烧是标，好像听说标的蛮高的，四字头的，标蛮高的。刹那间呢，说写给导师，就导师就突然已读，对不对？然后后面写了几句话，刹那间再量体温，37.3度。哇、你像拍手，很多新学员觉得奇怪，你们是不是有问题？那就是医院的事嘛，医院就是给他照顾，所以变37.3度。所以我就在讲，巧合，但是在超马世界里面，巧合的事情特别多。那这个学员为什么有这样子可能性呢？对不对？因为平常有在做，好，所以这一切啊，你说到底是谁成就谁？自己成就自己的，对不对？你的努力付出，你是希望人人都好，所以你有这种善心，这种慈悲，所以你愿意去跟人家传抄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就是因为你这样子的平凡，不鞠躬，所以很多的筹码也是在这个时候进账，只是没有通知你而已。但是生命地图的运转，负能量还没有这么样全部是吧？100%全部清的情况下，生命地图原先命盘里面是不是有这么样的一个故事？这就是我平常来讲的作用力，对不对？跟时间赛跑。平常可能作用力更强，那可能已经这事都不会发生，你说不一定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平常的作用力比你像原先都还不到，那搞不好这一次的生命地图的灾劫搞不好更大。所以你了解，这一切是事在人为。那你信也好，你不信也好，毕竟人的生命地图，自己的地图自己走，